听我嘅主耶稣，多谢你，你让我哋继续不断享受一份嘅自由，传讲你嘅话，听你嘅话，同埋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按你嘅话可以行出嚟。我哋唔需要受到限制，呢一份嘅自由系一个恩典。求你帮助我哋继续不断为呢个恩典嚟到感恩，亦都善用呢一份嘅自由，特别帮助我哋今日。

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向你投诉，佢话佢俾人强奸咗，佢问我牧师你会点啊？咁我听到之后呢我就话俾佢听，我会鼓励佢报警。 第二呢，亦都会尽快安排教会里边一啲嘅姊妹嚟到去支持住佢，同佢同行。咁佢话牧师点解你会鼓励人报警，而唔系由教会去处理咧？咁我讲咗件好简单嘅道理。 任何教会都唔能够超越人嘅律法，除非呢个律法呢系同圣经有抵触，我哋先会企硬，情愿俾人拉，情愿俾人逼迫，但系顺从神不顺从人呢系应该嘅。嗱，呢个系《四行传》五章廿九节嘅教导。但系一啲根本系同圣经有吻合。 或者我哋可以话系完全同圣经冇冲突嘅嘢，嗰、那个系刑事嘅嘢嚟嘅时候，我哋必须要将佢交翻俾社会上嘅律法咧嚟到去处理。各位弟兄姐妹，即、就、系、是、我哋见到喺一个千变万化嘅社会里边，喺过去处理一啲纪律上嘅问题，我都发觉越嚟越多系同性嘅方面。 有关嘅问题，性泛滥已经成为一种嘅风气。随住社会越嚟越自由，道德嘅底线越嚟越低，人喺各方面越嚟越开放，性犯罪嘅案件越嚟越多，手法亦都层出不穷。 呢啲嘅嘢喺過去嘅裏邊嚟到我當中求助嘅有問嘅，包括到個女喺網上交咗個朋友，結果好短嘅時間裏邊就俾人呃上床。我鼓勵佢作為家長，你要有咁快得咁快報警，特別係當個女係仲未成年嘅時候，更加需要。 然后秘书投诉个老板性侵犯佢、骚扰佢或者非礼佢呢啲嘅情形里面，里边最近嘅报纸都会埋到呢啲嘅问题。呢啲嘅情形实际上系应该勇敢嘅企出嚟，但系另一方面咧，又要安排到有一啲人系同呢啲受害者同行啊，陪住佢去报警噶，唔应该冚埋。 就咁俾公司嗰啲人去处理，或者大学嗰啲人去处理，或者学校等等去处理，甚至到教会都唔应该将呢啲嘢冚埋自己去处理。过去里边亦都曾经试过嘅，就系、是、两个医生结咗婚之后，太太怀孕生咗 B B，但你竟然发觉丈夫同护士搞婚外情。 哀同欲絕，呢啲嘅情形下边，我哋发觉到嗰、那个嘅泛滥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唔系净系泛夫走卒啊！无论佢嘅学问几高，原来都已经有呢啲嘅问题。同性恋越嚟越流行，最近我收到嘅有一啲叫我哋迫切待讨。 系二十幾位聯署支持同性戀嘅牧師喺馬來西亞嚟、新加坡嚟，連同香港有一啲嘅牧者去支持同性戀合法化。有人問我點解牧師都會做呢啲嘢呢？我跟住就好簡單講，牧師有好多類嘅。咁我點睇呢？ 我就话好简单，信仰系一种生活方式嚟嘅。呢个生活方式呢，就系紧紧跟住我哋所信嘅呢个神定落嚟嘅生活方式，就系圣经嘅生活方式。如果我连呢个圣经都话已经过时，唔应该跟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唔系信紧呢个信仰，我系信紧自己，系我嘅权凌驾于圣经之上，我决定。 乜嘢系过时？乜嘢系唔过时？我倒不如呢，正话呢，我根本唔系信嘅，我信自己。如果我哋今日信呢个圣经嘅时间，我哋就紧紧跟住圣经嚟到行事为人。呢个系今日我哋要做。同性恋我所讲嘅系一个行为，唔系同性嘅倾向。 而係因為呢個同性嘅傾向而引致到嘅行為，就好似貪喺今日嘅法律唔能夠定佢嘅罪，但係因為貪而偷嘢嘅時間咧，呢個係一個罪。聖經裏邊譴責嘅，特別以色列人嗰個嘅奸淫，係譴責佢哋嘅行為。我哋要記得，但係呢個行為我哋必須預防嘅防線咧，係要有咁早得咁早要定。 我哋再嚟到睇一睇过去处理嘅，亦都包括到有好多唔同嘅性骚扰、非礼、偷拍群底嘅相呢啲嘅嘢，同样唔系净系唔信嗰啲人会发生呢啲嘅事，甚至连有啲信咗嘅人都系做紧呢啲嘅嘢，系令到人非常嘅担心。而社会对强奸呢个罪似乎定得越嚟越松。 喺美國，我哋曾經試過去幫過有一啲嘅人，係中國嘅女學生，幫佢翻譯，然後控告有人強姦佢，係一個鄰居嚟嘅。但我冇諗到嘅咧，就係話，原來明明俾人強姦咗。 无论你验乜嘢都好啦，验晒啊，系证实到系嗰个人嘅精,精液，系嗰个人嘅精液。佢的确系做咗呢样嘢，验晒啦，但系佢竟然可以陶醉嘅原因喺边咧？我唔知道大家你有,有听有冇听过吓？佢由头到尾都冇讲过 no，佢一句 no 都冇讲过，咁即系话咧。 其实佢系中意我嘅，佢想同我一齐。第二，其实佢都同我食过饭啦咁样，所以我同佢系识噶，我哋系男女朋友嚟噶。然后跟住咧，佢都俾过一个电邮俾我啦，即系表示佢其实都欣赏我噶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冇挣扎过。原来呢啲嘅嘢咧都可以成为一个人打甩咗嘅罪。 嘅一啲，佢叫做正功啊！我哋見到喺今日呢個社會裏邊咧，係無法無天嘅人越嚟越多，好多人犯咗法，但係另一方面咧，卻係因為呢啲嘅漏洞，特別喺法庭嘅裏邊，律師佢識得用一啲嘅嘢挫一啲嘅原原告人，而帶嚟嘅結果咧，就一兩句你答得錯咗，或者嬲咗，你好容易咧就撞板喺今日。 我就好想同大家一齐嚟到睇一睇，到底耶稣基督点样去睇奸淫呢个罪？点样去睇性嘅犯罪？我哋一齐去读一段嘅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廿七到三十节。大家揾到，我哋一齐嚟到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凡间入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挖 <coughs> 出丢掉，宁 <coughs> 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冚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下入地狱。<coughs> 各位亲我嘅弟兄姊妹，喺呢段嘅圣经嘅当中，好清楚。 俾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奸淫嘅罪到底系乜嘢意思呢？你们听见有话说，呢、这、一个话系古人嘅话，呢、这、一个话系犹太人律法上嘅话，呢、这、一个话系旧约经文十诫记载嘅话，不可奸淫。而喺呢句话嘅里边，今日好多嘅人带嚟好多唔同嘅诠释。 咩叫奸淫呢？奸淫即系话呢，系对方唔中意嘅，对方唔愿意嘅，系嗌嘅，你都要同佢做奸硬嚟嘅，呢、这个先系叫奸淫。但系佢系冇保障嗰啲被呃嘅，被灌醉咗嘅，被引诱嘅，特别系嗰啲未成年嗰啲啊，系被人用物质引诱嘅，某一样嘢引诱呢啲嘅人。 完全冇包喺里边，所以耶稣基督跟住廿八节佢就话：，只是我告诉你们律法人间嘅律法就话不可奸淫，系睇嗰个行动。但系耶稣话：，我话俾你哋听，只是我话俾你哋听，佢要睇呢个动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嘅，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喺呢段嘅圣经嘅当中，当然。 有啲嘅情形下边唔系净系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嘅，亦都有一啲呢，凡系女人看见男人就动淫念嘅，咁呢个人都系凡间人。其实呢，呢、這个系只系大家好简单嘅做一个。咁到底咩叫做看见就动淫念呢？我哋睇见呢，首先第一样嘢系看见，看见唔系立一立。 而係佢要定睛嚟去睇落去，係要繼續個睇，好似大衛一樣。大衛打完仗，整個個國家已經去到太平嘅時間。有一日，太平太陽平西啊！佢話太陽平西，然後先至喺床上起嚟，即係話瞓晏覺咧，係瞓到太陽落山。哇！真係好離譜噶嚇～ 咁邊個情形下先會瞓眼覺瞓到咁咧？即係已經冇嘢好做啦，太攤啦，飽暖跟住點啊？私淫欲，太陽平西即係冇乜太陽噶啦喎。然後床上起嚟咧，就看見有一個女人喺度沐浴。嗱，首先第一樣冇咗太陽噶啦喎，平咗西咯。第二咧喺平台嗰上站喺度嚟到睇落去，應該睇到護城河嗰度啦。 嗰度有几远呢？我谂起码都有一百米以上嘅。我唔知道大家有沒有想你有冇谂过？你睇一百米以上嘅地方，你睇到乜呢？嗱，我哋呢度呢冇一百米嘅。去到最远嘅地方，我谂都系几十米嘅啫吓，五十米到啦。最远嘅地方，如果去到再一半以上呢？大家睇到有睇到乜嘢？睇得清唔清楚啊？我只眼算唔错噶啦。 但系我都睇到好模糊嘅啫。但系大卫竟然咧，系睇到呢个女人沐浴嘅时候容貌甚美啊！你点可能睇得到咧？除非系点啊？冇望远镜啊！当时吓你要记得噶，除非擘大只眼，有咁近得嘛？擘到个墙嗰度，仲要匿埋个头上出埋去，然后再望清楚。你系望好耐，你先至望得到，你先至会睇到人哋容貌甚美嘅。 换句话嚟讲咧，大卫嘅问题系冇节制佢眼目嘅情欲啊！睇咗之后，佢仲要继续啄落去，即系好街边嗰度睇到呢啲杂志，三级嘅杂志，睇到啲相，睇完之后望下冇乜人，然后就将佢立埋，立咗之后咧就收埋，冇人咧就攞出嚟睇，呢、這个系眼目嘅情欲。 系因为呢个眼目嘅情欲而带嚟第二样嘢，就系、是、心欲失控，心思上开始犯罪啦，去贪恋人哋嘅妻子。我话俾大家听，呢一种嘅贪恋，呢一种嘅欲念，系继续不断喺个心里边会出现，以至到佢睇完一样系唔够喉，仲要睇第二样。 一本嘅雜誌唔夠，仲要睇埋嗰啲色情嘅錄影帶、色情嘅嗰啲電視嘅節目或者電影，繼續不斷，仲要去做多啲嘅嘢，甚至用行動。亦都有呢個人睇完咗之後，開始寫信、email，包括到乜嘢呢？喺過去嘅裏邊，你明明知道對方係有婦之夫啊，有啲人，但係佢竟然都係要累埋去約人。 寫信俾人引誘去煽情，另一方面咧，亦都有啲人係因為繼續不斷仲要睇嗰啲嘅嘢，而帶嚟嘅結果咧，就帶嚟好中意唔夠啦，係要拍一啲嘅真人。有大學生因為犯咗呢啲嘅問題，被告。因為咁樣嘅緣故，我都係曾經試過被邀請。 可唔可以幫佢寫封求情信咧？一個家長就系 Christian 係基督徒，但個仔咧竟然喺校園喺女生嘅沖涼房嚟到整嗰啲嘅攝錄鏡頭嚟去錄人哋沖涼。我話俾大家聽，呢啲嘅嘢帶嚟嘅結果係震驚，但另一方面都俾大家知道係今日嘅校園已經係越嚟越離譜啊！玩新生嘅時候離唔開個性字。 香港係咁，中國大陸又點呢？最近報章賣嘅就係、是、我哋附近喺廣州啊有一間大學，嗰啲嘅男生畢業嘅時候，全部剝光珠，然後跟住呢，就一齊影咗張相，要放要放肆一下，然後跟住呢，要自由一啲，成班嘅女學生就一個二個擺張紙牌一樣，一個紙牌出嚟。 用英文嚟到寫上我啦，同我上床啦，系用一啲咁樣嘅方式嚟到去表達。嗱，我哋睇到係非常令人震驚，但系同大家講嘅就係話呢一個唔係淨係個口講嘅，實際上大學裏邊嘅婚前性行為已經去到一個難以控制嘅地步，差唔多好似當食生菜、食三文治一樣。 我哋見到一個人眼目嘅情慾唔唔唔受受控，然後開始心思意念又唔受控，而帶嚟嘅結果就行動。但係我哋見到今日好多嘅性專家，不過我哋喺大學教緊嘅，喺香港好有權威嘅一啲嘅性專家，佢話唔應該禁嘅呢啲嘢，食同埋色係人性嘅本能嚟嘅。 你俾人睇啦，睇多啲佢就厭噶啦，咁樣呢個係性專家講嘅。不過好可惜咧，佢自己又唔鼓勵自己嘅女、自己嘅仔，冇問題嘅。睇多啲係厭噶啦，做多啲就厭噶啦。婚前嘅性行為、婚外嘅性行為，咪有得人做咯咁。如果佢都鼓勵佢嘅女係咁咧，如果佢鼓勵佢自己嘅仔都係咁咧，我就會真係覺得佢係真心。如果唔係咧？ 佢系靠害啊，系喺度靠害啊，就是、好似叫人吸毒嗰啲，自己唔吸毒；叫人赌嗰啲咧，自己屋企人唔俾赌。呢、這个就系靠害嘅人啊！就系、是、要你自己，你咪自己攞嚟衰咯，你咪自己衰咯。佢自己唔衰，你衰。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见到喺今日嘅里边，呢啲嘅性专家，佢哋嘅理念，佢哋嘅理论就系话饮海、饮水啊。 你飲得多佢唔飲噶啦咁，但係佢忘記咗一樣嘢，飲海水啊，越飲得多咧就點啊？係越口渴噶。咩叫海水啊？無論係錢又好、性慾又好、名又好、利又好，其實呢一大堆嘅嘢就好似海水一樣，你追得越多越口渴噶。眼目嘅情慾唔受制，跟住就心裏邊嘅慾望就開始出嚟。 凡系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嗰啲，耶稣就话呢个人嘅心里边已经同佢犯咗奸淫。点解耶稣要将呢个防线去到眼目嘅情欲？因为眼目嘅情欲就系带嚟后边心里边嘅欲念，然后跟住带嚟一个行动。呢、這个行动就系咩呢？欲火难熄啊！行动上就开始犯罪啦。呢啲嘅犯罪包括到性骚扰啦，去非礼人哋啦。 去嫖妓啦，去强奸啦，去奸淫啦，去偷拍啦，去写信引诱 boss 啦，煽情啦。另一方面，令人震惊，而我自己本身咧都深深感到忧虑，就系乱伦案喺今日嘅香港，整个世界都系越嚟越多。澳国嘅禁室。 大家知道一个嘅父亲竟然喺禁室嗰里边囚禁自己嘅女，一路强奸，然后就生埋生埋一斗仔女。呢一件嘅事经过成十几年，然后先至揭发出嚟。呢、这、一个嘅受父先至要成诸法，但系喺今日我哋嘅社会里边。 原来已经系越嚟越多咁嘅嘢进入到家庭嘅当中，点解会咁啊？系因为冇控制我哋眼目嘅情欲，而带嚟嘅结果咧，就系、是、呢一大堆嘅罪就开始出嚟。跟住我哋再睇一睇，耶稣基督既然讲俾我哋听，原来奸淫、奸淫呢个字本来喺圣经里边咧讲到咧系乜嘢意思咧？ 就係任何同一個婚姻以外嘅人發生性嘅關係，呢個都叫做奸淫嗱。本來奸淫同埋淫亂咧係可以有兩個字，奸淫咧就指已婚者，淫亂咧指未婚者。但係世上有時候奸淫呢一個嘅字咧，亦都可以同時指兩樣都得㗎。你係未婚嘅又得，已經結咗婚嘅又得。凡親係唔同自己。 嘅配偶发生性嘅行为，呢、这个都叫做奸淫。耶稣就将呢个奸淫嘅定义推前，由我哋嘅眼目开始看见，跟住淫念，跟住就话个心里边有嘅时候，呢、这个已经犯罪啦。既然系咁样，我哋要谂一谂，我哋要问下点解呢？点解耶稣要将？ 呢一條嘅防線推到咁前咧，睇下都唔得。耶穌話：係啊，你睇下都唔好繼續繼續望落去。立過唔緊要，你就鼻頭就走啦。明明知道行過紅綠燈對面嗰檔嘢咧，可能好多噶啦。你睇到有嘅時候，你就唔好企喺度睇啦，走啦，有咁快走咁快啦。明明知道有一啲嘅電影係咁啊，你就唔好攣去睇啦。 明明知道有啲嘅電視劇係咁啦，你就唔好繼續睇落去啦。或者你明明嘅知道，你喺個公司嘅裏邊，你嘅心已經貪戀緊一個有婦之夫或者個有夫之婦。你明明嘅知道你唔應該貪戀佢，但系你一翻去見到佢呢，你就忍唔到嘅。你有咩可以做啊？轉職咯。咁如果你係老闆呢。 话俾大家听，有冇试过呢？有啊，老板竟然中意咗自己嘅秘书啊！自己结咗婚啊，竟然中意咗个秘书啊！我同呢个老板好清楚，讲得到。如果呢个单向嘅，你自己系死心，换咯，调去第二度，你见佢唔到为止咯，调职咯，你或者升咗去第二度啦，情愿。 哈哈，<laughs> 升佢职啦！但系如果佢已经有意思咧，呢个好危险。你要即时调离噶啦，你宁愿赔几多钱，你都要调。按正呢个规矩。各位亲爱嘅顶志会喺呢段嘅圣经嘅当中，佢俾我哋睇得件原因喺边呢？廿九节，佢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若是你嘅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嚟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嘅一体，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如果你嘅右手叫你跌倒，你就冚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嘅一体，不可叫全身下入地狱。呢、这、一个嘅地方，就系、是、由眼目嘅情欲去到我哋嘅行动。眼目嘅情欲，如果你真系控制唔到嘅时候，你求神叫你盲咗佢啦。 其实佢嘅意思咧，唔系叫你真系挖双眼，点解我哋净系右眼见到嘅咧？冇可能噶，咁只左眼咧，系咪？其实呢个系一个比喻，呢、这个比喻系乜嘢？系要斩钉截铁啊，破釜沉舟啊，要果断，要彻底。如果系呢呢个系、这个、你嘅秘书，而佢向你动情，你都心喐喐，我话俾你听，呢、这个系冇得讲。如果你系老板。

或者將你嘅電話交俾你個配，交俾你太太。呢、这個好緊要噶，凡親涉及有第三者嗰啲，你斬釘截鐵，一刀兩斷，將個電話交俾你太太。每次佢打親嚟，你個太太聽。我話俾你聽，呢、这個係最好嘅保障嚟，佢係你個保鏢嚟嘅。<laughs> 另一方面。 電郵太太幫你睇埋，有好多嘅時候係因為一啲叫做私隱啊，係令到個人咧就喺隱密處犯罪。今日一樣係大陸嘅廠有好多個秘書好識做，過去已經唔知幾多個老闆啊，就係、是、咁樣，然後跟住咧同佢哋傾傾到佢要嚟。 真係好麻煩，因為對方阿爸,爸原來係公安局副局長嚟嘅，好驚啊！上親去都驚啊！然後跟住呢，有一大堆人呢，你唔知佢哋點樣嚟到找你晦氣。試過喺幫嘅過程嘅當中，有人係賠咗五十萬，然後叫呢個秘書翻翻鄉下；有人呢，賠咗三十萬；有人呢，係真係俾人打到遍體鱗傷。 倾唔系自己倾，系透过个第三者上去倾，系揾一个朋友上去倾。特别系对方已经有细蚊仔嗰啲，你需要负翻嗰个养育嘅责任，但系唔系话你要继续同嗰个女人喺埋一齐，唔可以继续嘅联络，斩钉截铁租开嘅地方退租咯。 总之冚唪唥嘅嘢 cut 断晒，呢、这个就系我哋今日要做预防性犯罪嘅良方。原来就系要咁嘅，右眼叫你犯罪，你就挖咗嗰只犯罪嘅眼出嚟，免得佢叫你跌倒。点解啊？因为如果唔系嘅时候呢系因小而失大。第二，如果右手叫你犯罪。 你就斩草除根，连手都斩断佢，冇理由犯罪，成日都系左右手嘅，左手都可以犯噶。其实嘅意思亦都系一样，管制自己嘅身体，唔去嗰啲令到你犯罪嘅场合，唔去见令你犯罪嗰啲嘅人。明明去澳门去亲都系剥光猪翻嚟嘅，何必要去呢？点解要做呢啲咁嘅嘢呢？ 聖經講得好清楚，任何叫你犯罪嘅呢啲嘅肢體，你都要冚唪楞一刀兩斷。當我哋肯咁做嘅時候，冇可能你會繼續落去嘅。今日點解咁多人偷拍群底相呢？係因為心癮自己唔識得控制，越睇越多，通常係有前奏的。你睇睇下就係、是、雜誌嗰啲，雜誌嗰啲唔夠喉，你係想睇真嘅。

我哋今日一齐去睇一睇有一段嘅圣经，呢一段嘅圣经对我哋一个好大嘅帮助同埋提醒，我亦都愿意透过呢段嘅圣经俾我哋知道，我哋应该要点做。提摩太后书嘅二章廿二节，我哋一齐嚟到读。你要逃避少年人嘅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義、順德、仁愛、和平。第一喺呢段嘅聖經話俾我哋聽，你要逃避少年人嘅私欲。話俾大家聽，原來呢個性欲唔係淨係少年人，八一公都會有嘅。我唔知八一婆有冇啦。<laughs> 有一個老翁，成六十幾、七十歲啊，仲要。 俾嘢俾一啲细蚊女嚟到食，引诱佢哋，然后跟住呢就非礼佢哋，匪夷所思。喺今日呢个世界，真系不可思议。佢呢个地方系话俾我哋听，你要逃避呢啲嘅私欲，少年就要少年嘅私欲，老人就老人嘅私欲，中年都要中年嘅私欲，都要逃避。逃避系负面、消极。 去抗衡呢一樣嘢，逃避係咩意思咧？threeg 呢個字啊，p h e u g e threeg 呢一個字嘅本身咧，其實係嗰啲嘅野獸逃避嗰啲猛獸，係獵物啊逃避嗰啲嘅猛獸嘅追捕。我唔知道大家你知唔知，當嗰啲嘅牲畜逃避啲獵嗰啲猛獸追捕嘅時候，佢哋點走㗎？ 点走法啊？系点走啊？系咪走一走又翻转头？咁啊，今日好多人咧就系走一走就翻转头噶，所以咪俾人食到正咯。嗰啲色情嘅刊物咪食住你咯，因为你翻转头啊嘛。嗰啲嘅影碟咪食住你咯，嗰啲电影戏院咪食住你咯。然后嗰啲嘅人咪食住你咯。书籍。 當我哋要逃避猛獸嘅追捕，你一定係有咁快走咁快，有咁遠走咁遠，頭都唔翻轉頭。甚至你知道佢速度快呢，你仲要有各種嘅橋嚟到避開佢，轉喺呢度，又轉喺嗰度，轉喺呢度，轉喺呢度。總之要兜轉翻，都要走走咗為止。然後一走走入去咩啊？走入去大大笨象群。哎，肯定啲有晒保障。一入咗大笨象群之後呢，嗰啲象呢。 就會幫你做保護。同樣，你同我一樣，你逃逃去邊呢？有咁遠，逃咁遠，有咁遠走咁遠，然後盡量避開咗佢，甚至走入到有足夠保護網嘅地方。你有弟兄同你一齊守望，你有姊妹一一同同你守望。當你肯咁嘅時候，你就安全啦。第二正面嘅嗱，正面咧就係呢一樣嘢啦。 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佢唔系叫你随便揾个人分享。你随便分享之后呢，你嗰啲嘢可能第二日咧出晒街俾人笑嘅，讲晒出嚟。你揾系揾边啲人啊？ 系有同樣嘅信仰、同樣嘅生命，係成熟嘅虔誠，係嗰啲清心禱告主嘅人，而佢哋嘅人生目的同你一致，都係追求緊公義、信德或者信心、仁愛、阿加皮嘅愛、和平和睦，同神嘅和睦，同人嘅和睦。你同佢哋一齊追求，由佢哋成為你嘅支持系統嘅時間。

你点样可以成功做到一个守落者呢？我哋对我太太做到一个守落者，对你嘅仔女做到一个守落者，对你嘅男女朋友你做到一个守落者，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是、你需要有一班支持系统同你一齐。佢讲到其中一样嘢，佢话咧佢法国到喺弟兄嘅当中，如果佢呢个电脑，大家彼此之间有咗一个互相嘅承诺守落。 但系又手秘密。你用过嘅电脑，你上过嘅网，我知道晒；我上过嘅网，你知道晒；我点用过，你知道，以至到大家彼此守望，互相提醒。各位弟兄，特别容易受到眼目嘅情欲影响嘅弟兄，呢样值得我哋考虑。各位姊妹，同样你哋都需要一个咁样嘅支持系统。 而當我哋嘅小組、我哋嘅團契能夠建立一個咁樣嘅安全系統嘅時候，我話俾大家聽，我哋根本唔需要怕魔鬼、撒但會引誘我哋嘅機會。我哋靠住神，第二做足我哋嘅預防措施，我哋可以避開今日世界上呢一個嘅洪流，就係、是、性犯罪、性慾呢一個嘅洪流。 让我哋一齐喺主嘅里面将我哋自己交俾主，我哋低头做个祷告。喺我哋祷告嘅时间，我都好想问一问：喺过去嘅当中，有几多个弟兄姊妹曾经喺性呢一方面，你失过脚，但你愿意喺神嘅面前，我愿意立志以后。 永远唔再重蹈覆辙，有冇咁嘅弟兄姊妹？你愿意嘅，我请你举手。我见到，我见到，我见到，请放低。第二样嘢，呢张当中有几多人？过去嘅里边，你都发觉到，你冇好好嘅控制眼目嘅情欲，因为咁嘅缘故，你都曾经。 收藏过一啲唔应该睇嘅三级嘅杂志，一啲嘅 DVD，或者去个网上去睇呢啲唔应该睇嘅嘢，浏览啊、留恋呢啲嘅嘢，有几多人系试过呢一样嘢？我都请你举手，有几多？见到请放低。 有啲人願意從今以後，我立志同呢啲嘢隔絕，以後唔再會碰呢啲嘅嘢，唔再睇呢啲嘅嘢。我請你舉手，我見到，見到，感謝神。第三，為咗確保我哋自己本身有足夠嘅防禦系統，有幾多個弟兄，你願意喺呢個團契、你嘅小組？ 你建立一啲嘅弟兄彼此守望，以至到电脑个方面，佢可以入到你个里边睇到你睇过乜，你可以去到佢嗰度睇到佢睇到乜，以至到大家互相提醒，大家互相嘅守望。有几人愿意嘅弟兄姊妹愿意嘅，我都请你举手。你哋可以安排，甚至系导师传道人同你哋一齐安排。举手有几多个愿意嘅？ 见到正放低最后一样嘢喺你自己身处嘅环境，你都发觉到系有一个引诱喺度，你都好想避开呢啲嘅引诱。你愿意揾传道人揾人倾，以至你尽快可以离开呢个你被引诱嘅呢啲嘅环境，唔再需要陷喺一个不能自制嘅里边。有嘅人愿意嘅。 我哋请你举手，我哋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喺一个人肉横流嘅社会里边，我哋非常需要你同我哋同在。特别当我哋见到而家婚前嘅性行为、婚外嘅， 性行为、同性恋嘅问题，甚至一啲恋恋同嘅问题、乱伦嘅问题，好多好多古灵精怪呢啲嘅问题层出不穷。我哋活喺一个咁嘅世代，好容易难以避免会见到。但主，我多谢你嘅就系你话俾我哋听，你叫我哋可以避开。

试探里边，求你带领我哋，免得我哋系因为呢一样嘢嘅跌倒，性方面嘅软弱，令到我哋失去咗同你嘅同在，甚至失去咗我哋丰盛嘅生命，彷如活在地狱一般，甚至可能会令到其他嘅人跌倒。主啊，你帮助我哋，听我哋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嘅名求，系咪？